我还没有见到我的乖孙女呢。你是老翻灯哟！今麦住喺病房的，唔是你的查某孙，是我的外孙女。你讲要见就要见哟。我，哎，娘，这个阿婆说什么？她为什么不让我们到病房去啊？老糊涂嘞！你是目睭有问题，还是头壳歹去啊？讲我阿婆，我保养的这么好，你是倒一滴目睭看我是阿婆啊？如果你让我到病房去见我的孙女儿，我叫你一声大姐都没有问题。什么大姐啊？你比我年纪较大，你叫我大姐，你是小我倒夫哟？什么男的？你把你阿公挂号出来叫医生看，看哦，看会较清醒的未？我大妹今麦是生是死都唔知影的，我无时间有干啥物花啦。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你把你个混蛋啦！哎呦，哎呦呀！我一定会告你的。正浩，你先笑一下，给搞糊起来啊！你看这里啦，哎呀，我告你，这作用哦，应该这勇敢啦，应该不是勇敢啦哈。你病是无王法哦，一定有查出你的身份呐！你就是当年迄个查某囡仔。什么当年？什么查某囡仔？我老实甲你讲啦，你身躯的心脏是阿公死去的查某孙的。小倩的心脏竟然在我的心上。俊南，俊南，宝妈，你讲咩啊？你为什么要那样摆？为什么？因为天公伯阿将英俊男不起姐妹，伊唔敢看到你这么伤心、艰苦。所以，伊将小倩的心脏放伫我的心上，希望我能代替小倩继续活落去。你跟我同款，拢是因为我听到阿姨讲出来，才知影我是小倩器官捐赠的对象，对吧？对哦。宝娜，请你相信我，阮真正不是来要向领导讨温情的，我甲讲真正实际拢唔知影，我嘛袂向恁厝内提一声给因，因为不管是你的性命，或者是小倩的性命，拢唔是用钱能买得到的，只是我想袂到讲，哪会将伊拖好。叫我拄着你，我才知影，你就是接受小倩器官捐赠者。俊南。你跟我刚输掉，小倩的心，在我的胸口跳的，是小倩的心，找你来找我，我相信，也是小倩的心，让我在向你挖过去。咱两个人是因为小倩的心，才把这会。感谢你，
是妈，一定就矛盾。因为你唔知影，你喜欢的人到底是我李宝娜，还是因为你伫我的身躯顶看到小倩的影，所以你才想要跟我做伙。怎样？那呢？即摆知影事实啦。你敢搁要继续跟我做伙？你讲袂出嘴，真的是你的答案。不知道你有这款的反应，我袂怪你，因为连我家己嘛唔知影，我心内对你的感情是真的还是假？况且，我对你动心，是因为小倩的心。在我的身上，傅总医生把我派去的心，我对小倩的心意啊，我得给我十几天，每一天对我来讲拢是假出来。原本我真正足感谢，我真正足珍惜，不过我即马真正不知影我家己是啥人啊。应该讲起来，真正的李宝娜已经过身了。我的人是小倩才对，宝娜，我拜托你，你别再讲好不好？不行的，我一定要讲，我怕以后就无机会啊。俊男，如今我跟你做伙以后，我心中一定要出问题，一定是小倩的假钞对吧？所以你真的是要把我的身躯挑出来。不管人讲，在人眼里容不下伊丽莎，你是来靠啥？我是来跟你讲分手的，叫你爱靠。你妈要未收啦，你一定会平平安安。俊男，你是一个真好的查甫人，不过以后
咱会安怎？我会安怎？你拢爱继续，继续叫你的希望。相信我，你有这个价值，啊？宝亮。想要跟我留下来是，你若是想要告白，要紧的哦。啊，若无，以后就无机会啊。宝兰，宝兰，你怎么想做？我跑到仓库。宝兰，你可记住了，宝兰？一心，你哪儿啊？你哪儿？一心，无聊了，放手去啊！